嗨，我是甜甜。Hello， 我是莹莹。嗨，我是 Pola。今天我们要来抽 Pola 的洞洞了。没错，上面都是 Pola 的照片。哎、欸，这很久了，我们很久没有做这一集了。对啊，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有拍过一次这种的。对，然后那一次是照片都很正常，这一次的照片就看起来不太正常。这里呢，总共有12格，每一格呢都是不一样照片。等等呢，我们要抽的那一格，就会问 Pola 本人，这是在什么时候拍的？为什么要拍张照片呢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来抽这个老虎，这个呢就是毕业旅行去泰国的时候，然后就跟这个贡加拉虎合照。那你有抱它吗？没有，我不敢碰它，因为它其实很大只，我觉得还会怕。它抱得起来哦，就是可以围绕它，但是我不敢，我觉得。那它有味道吗？就是有宠物味，你知道吗？狗味、啊，就是那种味，真假，就是那种味道。好了啦，只要知道原由就行了，我不想要听了，我不想要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十二张照片每一个都要讲那么久，干、嘛、啊？太奇怪，是要问的。抽喽，孟加拉虎，里面什么？哦，好啦，这什么？这个就是喷了可以护发，然后头发就很香，帮你喷蓬松感吗？不是，不是蓬松感，它是润发，还是喷下面？喷表面 ，OK？ 喷表面，好，喷。这样可以吗？你闻看看吗？还是会太少？哇，好香哦！哇，好香哦！太少了。其实这个很没用，所以我才没在用。哦，它纯粹就是很香而已。真的很没用，对，它很没用，没有什么差别啊。啊，这边跟这边你觉得有差吗？你摸看看。哎，好像有一点点。所以我就觉得它只是香，好像有一点点，但就是比较顺一点，很香啦。就是可能你要去约会的时候你就喷一下。对，约会的时候。哦，知道为什么你都不用了。没有约会。好，换我。甜甜，你要哪一张照片？那我要抽有我的这个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时候拍的？这应该……它上面有提示。上面有这个没？这个好像是……这很久之前的北海道。而且这部片没有上。对，没有上。我根本没有印象。为什么没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剪完发现这部片太无聊了，黑历史就像是就上这部片，里面的东西都很难吃，你们两个也心不甘情不愿的吃，然后最后心不甘情不愿的拍完，然后我觉得很无聊，就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发布。这是什么陈皮梅之类的吗？对啊，好像很难吃的，我现在有想到，好，我要抽龙，捏。新的吗？这是新的，全亮白极致黑人牙膏，应该蛮多人在用这个的，而且这是携带方便型的那一种，不会太大条，出门刚好用，很香吗？很香，要不要刷牙？没关系，带回家。其实那是正品，是我前几天去百货公司买，不知道买多少，然后可以抽七次，我抽7条牙膏，疯了吧？他刚刚讲一个重点。哇哦！有一半是我朋友的，只是我刷而已。你花了7000块是买什么？哦，我花7000块买那个气垫粉饼，阿玛尼新出一个蓝色的那个，有没有？很美，然后我还试用。就买了，觉得很好用，觉得还不错。然后结果为什么阿玛尼会送这个极致黑人牙膏？那个是百货公司送的哦，百货公司的活动。百货公司的活动，阿玛尼是不像不行啊。我要抽这一张，离我最近。你看他讲，这是哪里来的？这是什么啊？我知道哪里，宜兰。我们去传艺中心外面那两个人偶啊，然后他叫我学，摄影大哥叫我学那个动作的。对，没想到这张照片，你怎么都印象那么深刻？因为我记得小鱼也有拍这个。传艺中心里面有什么？大润发买的，又是送的，又是送，买就送，我看到买就送，买就送，私密处的湿纸巾，就是你可能上完厕所啊，或是完事之后可以用的。为什么它这个是女生私密处可以用的呢？上面有写它是酸碱平衡，而且应该会比较温和。哇，好香哦，很好香、你擦了会香哦，擦了会香，而且水蜜桃味道真的好香哦，应该是水蜜桃味，晚上就要用到了，上完厕所之后可以用。好，换甜甜，抽这个，解释一下。
测试，我们上次去坐摩天轮的时候，对，在高雄哦，梦时代，然后所以那个牌，对，所以那个牌就说什么，那个好像是什么生气，还是他是说什么？没有人没有坐，对。可是这个好像我们刚淋雨是吗？那天有下雨，对，的确那天下雨，然后所以天碰到的额头直接不见了，直接没刘海了。等一下，来看这没有人坐的这边，没有人的里面。哦，我知道，好用。这个是 Innisfree 的蜜粉，然后。后来超爱用这个，他教我们，他说如果你隔天没洗头，你就可以拿来这样子用在头发上，它就会变得很蓬松哦，你看起来看不到油油的，看起来就不会像没洗头。没错，因为其实它这是拿来用脸的蜜粉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那有点干，但是它拿来用头超好用，因为它是透明无色又控油，这个真的超好，很适合拿来当干干洗吧。用呢就是这样沾一沾，然后呢你可以拿来铺脸，叭叭叭叭叭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用头发，我们不用正确的使用方法。别人昨天有没有洗头？有啊，昨天有没有洗头？请问是这样的？你直接拿来用头？是用在手上。哦哦，就是你可以直接撒手上之类的。怕太多的话就用手上，然后这样哇哇哇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哦，你看看，来给大家看一下甜的头皮，大家看一下，瞬间干爽。头皮原本是长这样子的，就是有一点油这样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一块哦，等一下这边有头皮屑，等一下。好，这一块，我们现在把它变蓬松了，就会变啊，就是这样，哇，有没有完全不油了，雾雾的粉感。对对，你可以整一下。我感觉我被整了。往后这样，往后。哇哇哇，好 ，OK， 往后，哇，有没有有。比它蓬松很多，对不对？赞！哇塞，这东西真的很好用。然后用了一个桌子都是。对，用一个桌子，因为家只有我一个人，然后我很忙。其实我很少用，因为我几乎每天都洗头，所以就。啊，你每天洗头哦，好勤劳哦。抽这张，花花这张，这什么时候买的？这应该两三年前了。两三年前。在一间咖啡厅。你说平镇那个？对，平镇那个平镇咖啡厅，就是很大，还有外面有花园那个。对，它有花园，然后有木马，有啊。耶， yeah， 这是什么？又是正品吗？这是什么 ？Pola， 这个是胶原蛋白，女生都需要的胶原蛋白。我之前最近在吃的，那我要来吃看看，里面长这样。哎、欸，很像药粉哎、欸，嗯，味道怎么样？小朋友吃药喽，好像越来越不想吃了。我刚刚也很想吃的，嗯，搅一搅搅吗？好，我要喝喽。然后沉淀下面还是没吃到，这要配饮料？真的假的？味道很重，因为胶原蛋白其实都有一点味道，但是它已经比。平常的胶原蛋白还要再淡一点的那个味道了，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那我自己吃我也觉得很不习惯，保养，所以我买了三大盒，变漂亮，都没在吃，没在认真吃，胶原蛋白味，对啊，你平常有在吃吗？现在有在吃。哇，你们两个有在保养呢，哈，懂老了，你知道，懂保养，老了就会开始保养。我要抽这个很丑的 Pola， 这个，这什么时候拍的？我觉得那好像是谁是凶手的、欸，谁是凶手？那个衣服有没有？我自己觉得，记得哦，还记得哦。嗯、来啊，你说啊，你截的图是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截的图。所以那到底是哪一张？什么时候的？什么照片的封面照我忘记了。你有回来跟没回来？自己截图的自己忘记。好，我们来抽吧。好，看这个样子，这个是几年前的照片啊？就是谁是凶手二还是三的？这个是卸妆的吗？眼唇卸妆，因为它上面有浮满着油，所以它就是眼唇卸妆。然后全部都是韩文，看不懂。这是 Edu House 的吗？对，没错。那时候呢，就觉得好像眼线那些很难卸，然后就买这个来卸了。有好用吗？看，其实我用了几次，我觉得还好，应该还好，所以它才会丢出来。嗯。
太拔尖了，应该是真的不好用。我要来抽这一张，这就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了吧？第五人格，几年前？去年？去年的吧？去年，应该去年。对。然后那应该是我们穿在路上走的吧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出在你前面。然后重点是我买这个假发从来没有带出过。没错，没有带出门过，因为那假发实在太丑了。超丑的，哦，小小的。哇，这是正品吗？这是什么？上面写什么？迪奥，迪奥，然后花纹像 Chanel 这样。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反正好像是假娃娃机假到的。假娃娃机夹到，应该就是一个吊饰而已。那我要抽这个大哥的这个。好，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还花钱请人家拍。说到这个哈，我们花钱，所以大哥又要说不用讲那么多了。好，好了，给他讲啊，他很想讲，因为是甜甜受害者。甜甜受害者为什么？因为他花钱给那一批那个。第一个人，对啊，对啊，是我先花钱给那个人拍，那个人说他会帮我拍，然后他就很急的说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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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就好了先给他，然后就帮我们拍，随便拍了七张吧，然后他叫我七张都选，我就七张我都觉得很丑，其实我都不想选，但他就叫我七张都选，我就说我就勉强选出了一张，说一张就好，然后后来他就很不爽，然后就一张给我，然后签收了他就走了，多少钱啊一张？忘记了那时候多少。没有一欧那么便宜，五欧以内，一张照片100多块，没错。然后结果我们拍的是不用钱的，这个有啦，我们后来有给他小费，给他小费。这是另外一个摄影师，他人超好，他看到我们自己在那边瞧，他就说我帮你们拍，对。然后我们就很怕他要给我们收钱，就是抢货，或者是在抢我们东西，还是怎样？结果他是人真的人好，对，他就说随便你给我多少都可以。真的，我们拍完之后我们超满意，他就问我们说你要给我多少都可以。对，嗯，然后我们就把身上的零钱全部给他。对，走吧。重点是这张米兰拍的，米兰，对，米兰，米兰教堂。黄色，黄色，就是我在家里寻找宝物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个就拿来了。里面还不错哎，它还有一个这个收藏的地方，是一般的那个塑口袋都没有的哎。你会背出去吗，甜甜？现在开始背着，应该不会。现在就开始。现在，当你说现在开始背着的话，跟你说应该不会。没关系，我现在不是在外面。等一下我们拍外景的时候就背着这个。那我要来抽这一张好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？应该他大学。对，这是我大学的时候，这应该已经有大三了，大三，然后反正就是制服趴，所以我穿着我的制服。但是外面是牛仔，可是这个是牛仔，外面是牛仔，很不专业。对啊，你有参加过制服趴吗？大学没有办制服，真假的？大学都有制服趴吧？虽然我有参加，但我只是穿过去拍个照我就走了。他就有小活动，我参加了4年。哇！药盒，药盒，这不用介绍吧？给你放药的，老了就是要这样分隔这样，然后一天吃一个。我们讲对吗？没错。那不知道买什么东西送的？对。好，这不用介绍，离开。一样也是第五人格的这个好了，好，应该是同一天拍的，有可能就直接抽了。它里面本来应该有放东西吧？放什么？但我不知道，就在桌上找到的。这蛮可爱的，嗯，好，不用介绍。好，换我，我来抽我这个很漂亮的这个，一定是摄影大哥帮他制作的。小魔女哆瑞咪，好，我们这应该是最近起照了。对对对，因为最近他发现这个 app 之后，特别爱用这个 app。我们来抽这个。哇，这啥？哇，这什么？那是香水。香水？人家送我的，但我都没在用。你的？我没在用。Red。然后那个人家是？人家是我大学同学。不知道他看到这影片会不会伤心难过？男生啊，女生，他会不会伤心难过？所以这可以放在厕所里面使用，还可以啊，就这样分享。我看一下它的味道，你不会喷太多。哇哦，很香很香，我直接吸大家口呛到，谁叫你们喷这么多？很香哎，真的很香哦，但喷太多会反效果。
这真的是很适合放在厕所里面，等一下我们就放在厕所里。来冲啦的朋友，人家朋友送他，然后你放在厕所里。这厕所很好用啊，大完便都没用。好，不然朋友要伤心。最后一个，这个就是这个啦，几年前的照片。什么时候拍的？这是大四，应该我们去小琉球玩的啊。后面是小琉球民宿。对，你们住的吗？对，所以那天是穿就是露胸衣服嘛。对，他奶的部分，奶为什么被擦掉？被遮住，没有，我没有拍出来啊，印象中。可惜了，好想看。来，我走了，这感觉很大哎，对啊，又是很大的。哇，这什么？好漂亮哦！而且这也是个赠品，又是买内衣送的，我觉得很漂亮。真的，他送了我三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耶、好像很贵妇的感觉，真的很漂亮，很像网美店会发。没错，这就是十二样东西是 Pola 没错 Pola 准备的。大家有没有想要带回去哪一样呢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就看看就好，就帮你跟 Pola 说，对，跟 Pola 讲 ，Pola 告诉你在哪里买。没错，接下来我们还有我。还有我的动动乐，敬请期待。记得下面要帮我们点1000个赞，我们就去拍下一集哦！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单。那之后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拜拜！结束了哦。